不早年厝的都穷苦，阿达嘛有要退货的毛病。阿母一生因为烦恼厝的要经济甲未来，都惊阮囡仔细汉时阵伊感觉无老爸，伫烦恼，阿都有忧郁症。家在伫阮大以后，阿母帮忙阮带阮的囡仔，生活有重心。病情嘛，渐渐好转。拄啊，大家有看到阮阿母厝内，阿母伊阿阮照顾阮孙仔的厝内笑面。无奈，伫我呢，应该是爱享幸福的日子。因为糖尿病的关系，无法度食好。伫回想最后这几年，因为我伫外地工作，食头路，无法度逐天陪阮阿母伫外面散步运动。然后伫拜六礼拜时，我暗时，我想到阮阿母可能会血流成疾，就买一寡食煎包给阮阿母食。看阮阿母个食甲出有趣味个，都讲要爱，但就是伊想到伊个血糖都无爱伊，想到就感觉都心都酸个。啊，但旧年大概是失事，阮阿母断医后，有一段时间都已经伫待伫个监护病房，后来好转，毋过出院后就伫待伫眠床要一年。即一年内底，即阵病几啊遍，阮阿母拢无法听，嘛拢无在讲。阮做主助理个心内都标记个，嘛敢若做薄欠个，无人知影伊个感受。无料伫即届最后出待一个月，阿母就伫半昏迷。伊突然都离开去，嘛无留下一句话。阮助理的心内感觉足遗憾的，不过阮回伫伊的面头前，看阮阿母足平静的、足安详、无痛苦的表情，达达的离开。阮知阮阿母是毋甘阮身过悲伤，今日的痛苦无表达。伊临终时，伊还是伫抱着阮阿母。对阮的爱，就做成一条的丝带。阿南阿阮的厝的人，牵做伙。今日阮厝无烦恼食穿，阮主力嘛有一点仔的成就，拢是阮阿母伊无私的付出。做主力的阮，阮要以做榜样，爱要尽心维护这个家的环境，照顾即摆都蹲伫内村的阮爸，阮会拍拼工作，伫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伊报答在座的各位长官长辈的爱护、提拔的温情，请各位长官长辈、亲朋好友继续阿母的关怀支持、教诲。阿母，你伫有主的身边，爱保庇阮阿爸的身体更加好起来，甲大家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、公务的顺利、事业有成。最后。都在感谢各位长官长辈、亲朋好友的专来，多谢。一段时更久，现场在座各位长官，愿意大家能够再往后，继续来秉持过去对老夫人的照顾，能够再往后继续来代替老夫人关心他这个家庭，对他的子女能够继续来鞭策指导。相信老夫人在天之灵也会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。感谢您。那么家属，我们请到两侧打理位置，请扶位。故吴妈李老夫人出殡告别。